哟，大家好啊！啱啱出席完呢個拆彈專家嘅記者招待會啦。咁呢套電影嚟緊4月20號咧就有得睇噶啦。咁呢套電影大家都知由劉德華投資做監製兼且係主演噶啦。咁呢套電影嘅賣點就係、當然係個 storyline 啦。storyline 就係警匪片啦，一個另類嘅警匪片啦，有一個叫做恐怖分子嘅出現啦。And then 就係呢套電影咧投資，大家都知一向都大噶啦，劉德華啲電影 right。咁今次就係為咗一套電影可以砌出一個1:1嘅紅隧口出嚟，個真實咁係我頭先睇到 trailer 都 really amazing 咯。咁所以我好期待睇呢套電影嘅。咁我喺呢一度首先祝劉德華先生身體健康，早日康復，可以健步如飛，真係企翻起身。我係非常中意睇你啲電影嘅。我希望可以 keep 住繼續落去睇你嚟緊嘅新作品。All right。